我是 Heidi， 有没有发现没了十二月最爱呢？就是因为要拍今天这条片，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下2018年我最喜爱的十样化妆品。化妆品这十大最爱呢，如果你看开我的片呢，应该就没什么新鲜感的了，很多都出现过，但是呢都要跟大家总结一下的。今天所分享的东西就不是每一个项目都有的，有些上年讲过很喜欢用的东西，今年依然是很喜欢用，没有东西取代到的话，那我就不会重复再讲的了。第一样东西想分享呢，就会是 Too Faced 的这个 Handover Primer 了。讲出来都有点心虚，因为已经拿它出来讲了四五六次。它是一个非常之保湿的 primer， 如果你是干性肌肤的话呢，试一下啦，真的好好好好用的。虽然你们见过很多次，但是我都要给个样子你们看看的。接出来呢，它是白色的 cream 状，但是很容易推的，一推就会已经变了水这样的了。闻下去是有浸椰子水的味的，所以如果你不喜欢椰子的话，你都未必会喜欢这一浸味的。但是如果你是油性肌肤，你就要考虑一下了，因为它这个都挺滋润下的。还有如果你是期待一个 primer 会有些润色效果啊、修毛孔效果啊，或者是抚平细纹的效果呢，我觉得它都没有的，它是纯保湿的。第二样东西呢，都是底妆产品，大家也都不会陌生的了，就会是 Dior 的 Backstage 系列了。我用的色号呢是 2.5N 的，如果你想看它上面的妆感呢，基本上我整个夏天秋天呢都是用它来上妆拍片的了。它的好处呢就是非常之薄透。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它不会反光了，有阵时你出去影相呢，有闪光灯之后，你见到自己幅相呢是好似鬼咁样呢，泛白反晒光呢，呢一个粉底呢就唔会啦。第三个优点呢就係佢好平。Dior 嘅粉底265元，我用咗成个夏天秋天都仲有一半囉。咁但係冬天呢就真係用唔到啦，佢冬天係比较干嘅，因为佢完全冇保湿嘅呢个粉底。然后佢嘅缺点呢，我对呢个包装係失望到透啊。近镜俾大家望下先，佢有啲似嗰啲水彩颜料樽咁样啦，係胶嘅，仲要係好廉价嘅嗰种胶啦。跟住我用咗呢半年呢，你见唔见到上面呢好似斑斑薄薄咁样呢，堂堂 Dior 可唔可以出个靓少少嘅包装呢？虽然佢係平好多，咁但係都唔使去到咁样啦，我觉得。咁俾大家望下这个 Dior 粉底的试色试，咁你见到呢其实佢都几流质噶，算。跟住呢佢推开呢，嗱见到佢係真係好薄啦，同埋同我嘅颜色呢係好吻合嘅，咁纯粹係颜色均匀咗嘅啫。不过佢阵味呢都几香下噶，所以如果你係介意化妆品有味嘅朋友呢，都真係要諗一諗呢一个问题。之后呢再讲多一个底妆先，呢、这个大家应该估唔到嘅，因为条片应该是啱啱出咗冇耐嘅啫，就会是 Shiseido 嘅呢一个 Spot Cover Foundation 啦。佢喺 Shiseido 嘅 counter 嗰度买咧1200 yen 再加税啦。如果你买得多嘢退到税嘅话咧，咁即系1200 yen 10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 Shiseido 嘅粉底啦。呢、这、一个粉底咧，其实佢系膏状嘅，你唔好睇佢呢度细细啱啊。我想这里可以给我用到两年左右的了。首先呢它是很容易就已经可以沾取到的了，你这样印几下呢已经是几多用得很快了。跟住之后呢你在手那里拍几下，这里呢再推翻开呢是可以推到无限远的。然后你看到呢它的遮瑕力是好到加零一的，见不见到条青筋啊，是淡色了很多的。佢呢一个粉底呢，如果你唔用佢我嚟做粉底，用佢嚟做遮瑕膏呢，绝对一流。我仲特登留咗个包装盒俾大家睇，佢係咁样嘅个包装盒。第四样嘢呢都系底妆品嚟嘅，我都讲过㗎啦，讲明咗呢今年最爱呢一定有佢粉㗎啦，就係、是、Hourglass 嘅碎粉啦。
佢旅行装同埋正装里面嘅碎粉咧系一模一样，超幼滑、超幼细嘅。佢上咗块面咧系可以令到你个妆感咧提升，令到佢更加靓、更加完美嘅。所以我自己真系好中意。咁但系唔好听我盲目咁样推咧，你就冲去买啦。因为我都有介绍过唔同嘅朋友咧，咁其实有啲朋友就反映佢唔系太适合嘅。例如有朋友嘅需求咧，系佢希望上完碎粉咧，块面系会提亮咗啦。呢盒系做唔到嘅，佢系完完全全透明嘅碎粉嚟嘅。咁第二咧就系、是、遮瑕度啦，佢真系透明碎粉嚟嘅，完全冇遮瑕度嘅。有啲朋友可能会话想带碎粉出街啊，或者唔想用咁多粉底，呢一个亦都唔啱你嘅。咁所以咧就家家有求啦。俾大家望下里面先，哇！啲粉真系细到咧，好难捉摸啊！你会见到啲粉嘅幼细程度咧。一推开咧，头先咁白啦，佢系真系透明噶。佢一推开咧，系好似丝绢咁样咧，好中意呢个感觉啊。然后咧就到微妆产品啦。2017年咧，我系好中意用1028嘅眉粉嘅。然后2018年去咗韩国，自从买咗 Opio 嘅呢一盒眉粉之后咧，我就贪新忘旧，转移视线咁嚟咗呢一盒嗰度啦。我中意佢嘅原因咧，就系佢两格都好大啊。平时一盒眉粉咧，我大约用4-5个月咧就已经用完噶啦。呢一盒咧由3月用到而家咧，足足9个月咧，我都仲可以继续用，咁所以系好悭嘅。佢个显色程度咧系中等嘅，佢唔会话一搽上去就劲深色，咁亦都唔会话搽极都冇色嘅，我觉得系非常之恰到好处啦。然后就到眼影嘅部分啦，你话我今年咁多眼影要我净系揀一盒咧，我真系揀唔到啊！最后我就揀咗呢两盒啦，咁一盒系比较平，一盒系比较贵少少啦。呢两盒咧系各有优点同缺点嘅，咁讲咗平嗰盒先啦。呢盒就会是 Colourpop 的 Fortune Palette 啦，咁佢里面咧，其实成个包装都好靓啊！大家都知道 Colourpop 的眼影是性价比奇高噶啦，喺芸芸咁多盒嘅 Colourpop 眼影里面咧，点解佢会突围而出呢？就是贪佢呢一盒眼影已经可以做到好多个唔同嘅眼妆啦。你话要纯大地色系嘅又有啦，你要加啲橙色嘅又有，你要比较啡红色嘅有，要紫红色嘅都有，金色嘅又有，然后你想要打底嘅颜色又有啦，深邃可以做翻个轮廓嘅颜色都有，仲要打亮眼头嘅颜色亦都有，哑色珠光亮片，成盒眼影先至$16.20，即是$200都唔使，包罗万有，你究竟想点样？咁但系佢个缺点咧，就系我嫌佢啲颜色咧比较硬啊，就好似一个地板咁样硬嘅。同埋咧，如果你画上去咧，佢 blending 咧，佢 blend 到嘅，咁但系咧亦都有少少色块嘅出现，佢唔会话 blend 得非常之匀匀啊。你会见到中间呢度真系深色啲啦，然后周围两边咧。都是明显浅色啲嘅，咁所以用佢嚟化妆咧，你要真系有少少心机，先至可以化到一个好靓好靓嘅妆出嚟啦。不过如果你话你要出门好多日，你唔想日日都系同一个眼妆啊，或者一两个差唔多嘅眼妆咧，呢一盒系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变化嘅。好啦，然后 Sigma 呢一个 palette 咧，系我自己意料之外嘅。因为 Sigma 呢一个牌子咧，我本身用开系佢嘅化妆素啦，系平价、中低价啦，我又唔可以讲极平嘅，系啦。咁如果唔系佢哋寄呢一盒嘅眼影俾我咧，我都唔知道原来佢哋啲化妆品呢啲眼影盘咧都几贵下，但系个质素又真系几好下噶。咁我打开俾大家睇先。首先佢里面咧系有镜嘅，都几大块，所以如果带佢去旅行咧就唔需要另外再带镜噶啦。呢一盒冇记错嘅话，定价都差唔多要$300嘅。咁但系佢里面嘅颜色啦，同埋佢嘅粉质质素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你会见到咧一样攞个哑色啦，如果唔系就唔公平噶啦。摸落去咧已经 feel 到佢同 Colourpop 嘅分别噶啦。你见唔见到其实佢嗰个 blending 嘅程度啦，
是好好多的。如果你问我它的配搭呢就真的不是太多了，它可以做到普通大地色系的眼妆和一个偏红紫红小小的眼妆的，两个角落头，一个哑白色和一个偏墨绿黑色的颜色呢，我自己呢就用不着，所以呢这个是它唯一一个小小的缺点啦。但是如果你说平日呢我基本上想不到化什么妆呢，我都会是用它的。其实我今天都用了它，不过今天我没有化得很多颜色出来，因为我一阵间要出门口，免得化到太浓吓亲我的朋友。然后我这个闪闪眼影控又怎可以不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闪灵灵眼影呢？其实三支迷你妆呢同呢一度一支大嘅价钱呢係差唔多㗎。咁但係呢一个色号呢係赢过晒嗰三支迷你妆。通常呢一种闪闪眼影呢我就唔会就咁搽㗎啦。就咁搽呢你係会变咗外星人㗎。咁但係呢如果你係叠擦上去呢啲眼影上面呢个效果係好靓嘅。它效果非常自然得嚟咧，佢真系可以闪出宇宙嘅。Wonderlust 嘅呢一个闪粉咧，佢里边系包含咗一啲粉色啦、银色啦、黄色啦，唔同颜色嘅闪粉啊，所以比起嗰三支迷你妆咧，佢个层次系会更加高嘅。如果大家同我一样都系好中意呢啲闪灵灵眼妆嘅话咧，一定要买 Stila 呢一个，佢系咁多个唔同品牌嘅 Glitter Eyeshadow 嚟讲咧。最靓啦，持久度最好啦，最贴服啦，最闪嘅一个嚟嘅。胭脂方面呢，今年我买嘅胭脂真係多到自己都数唔到有几多，但係如果你话我最常用，每一日如果諗唔到用乜嘢啦，冇特别諗起要化咩妆，随手一定攞一个嘅话呢，一定係佢。佢就係 Clinique 嘅 Melon Pop 啦。这一个呢其实我用到它的痕呢已经没了很多了。大家看到呢啲花瓣剩返旁边是看到中间这里呢已经是平滑了啦。它这个颜色呢跟 Melon 呢是完全没关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要改这个名啦。它是一个比较粉嫩啦，偏粉橙的珊瑚色来的。上到面上面呢是很有元气很有朝气，无论你是白底人啦黄底人用它呢你都可以的。咁同埋 Clinique 嘅胭脂咧，其實佢嘅持久度咧都中上嘅，我唔可以話全日出完街翻屋企都可以仲見到呢個胭脂，咁但係咧至少夜晚翻到屋企咧，我唔覺得自己係面青口唇白，乜嘢都冇曬嘅。我咁黑你哋咁樣係咪望唔到咧？喺隻手嘅時候。最后一样嘢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就係 highlighter 啦。你哋都知道其实我係好多 highlighter 都好专用啦。而 Becca 呢都算係我最鍾意嘅一个 highlighter。咁但係由于我真係讲过太多次，我真係驚大家太闷呢。咁所以呢今日就讲一个我都係好鍾意用嘅 highlighter。咁但係呢佢个颜色呢就未必每个人都啱嘅。咁就会係 Fenty Beauty 嘅呢一个 highlighter 啦。佢个色号个名呢叫做 Hustler Baby。你会见到佢呢个颜色呢其实唔係好 typical 嘅 highlight 色嚟㗎。几深色嘅香槟金啦。咁你话摸落去呢其实都几滑嘅。你会见到呢一个闪呢就係外国人嗰啲餐，跟住呢度你见唔见到呢行啦，今日我就係用呢个 highlighter 啦。鼻梁都是的，其实都挺明显的这个 highlighter。但是它绝对是蝦人用的。如果你的皮肤是很白的话呢，我想上到面呢你真的要去好好控制个分量啦，它都挺容易变十八铜人的。但是如果你本身都喜欢一些 bronzer, 或者你是健康肤色好像我这样黑黑地的话呢，你用这个 highlighter 呢其实就真的很靓的。仲要我觉得佢係冇 Becca 咁显毛孔嘅，因为佢真係几幼滑。好啦，咁我就分享完我2018年好鍾意用嘅十样化妆品啦。咁嚟緊2019年呢，我希望我可以试到更加多嘅化妆品啦，咁我就可以更加客观咁样分析，话俾大家知唔同化妆品嘅好处啦、唔好处啦，有咩人适合用啦，有啲乜嘢人係唔适合用。咁令到化妆品系列嘅影片呢内容可以更加丰富嘅。咁如果你鍾意今次呢条片嘅话呢，记得俾个 like 我 subscribe 我 channel, 我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两条新片㗎。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